离过婚吗？离婚上热搜了吗？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。他用最后的力气爬到一个椰子树下面等待救援，也不知道这么巧掉下一个椰子就给他砸昏迷了。你说他学到什么了？来喽，本来两句来两句。我有一些圈外的朋友，比如开公司开厂的朋友，你知道他们招工人最爱招的什么人吗？就是中年人。因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，让你加班加点工作，让你怎么的你不敢说什么，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成长中的一个坏处。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跟上司说不要的。其实可以说，但是说不出口。说就说，就换一份工作不就好了吗？哪儿那么好笑？这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，不是吗？我是可以辩论的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，但我没说，可以质疑。我。